生死对我来说有点像是一个循环的轮回的东西。我们常常会碰见说，今天你的至亲死亡，但是你迎接了下一个生命的到来。以这个角色为出发，面对父亲的死亡，影响到他的原生家庭，然后让他不敢生产、不敢结婚，面对生命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计程车里面特别想要传达的。研究过很多生产的影片啊，看说怎么样做会更像，就是崩溃。你在疫情的时候，他叫得很夸张。那时候就应该不停的 K 老公吧，除了因为他老公会在旁边说没关系没关系，然后我就想，如果我是妈妈，现在一定想骂脏话，又不是女生，没关系什么。我可能是那种会被修理、会被赶出去的那种人，就是会在旁边讲一些很无关紧要的话。第二次的时候放弃，就拿着。吸嘛，比如说一直吸，嘴巴吐。对对。到真的很痛的时候，然后嘴巴闭着，对，用力往下，像大便的感觉那样子，对。乱弄，可能我当下很投入吧。我觉得她最后采用的一定不是我的那个研发，她男朋友做的事情完全是我叫她说，你就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然后还在旁边拿东西录。边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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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在边坐。有，看到头看到头。好，看到头了，妈妈加油。好，头出来了，头出来了。认真拍，好写实，好写实。有点想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100分吧，我觉得，就那个戏很难演。小狼，小狼猫。我觉得会有影响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男生看可以。很多人也是。我相信会。